亮彩是刘海一分是吧？是。放贫不关。刘海还能贫？哎，你要当月当一点都不贫。反正想吃啥了，菜单。过。之前是10块5块左右。哦。开封是整钱也整不来。对，最便宜现在也得10块钱一盘。因为这个菜，因为啥刘海嘞？啊，真的叫这个现在下岗职工特别多。对。这个反正富裕的不多，都要你能吃起。对对对。到那是不是？只管吃好，只管吃饱。自己食材自己弄的。在那屋里还得好，是不是？在那屋里还得好，你要光你下一锅糊涂面在家也吃，一人不来。对。光拍面吧，哎，光拍的小。量彩也能品吗？不是，可以是吧？土豆，腐竹，花生，就这仨吧。用锅弄那些啊？我自己一个人吃。我要的是一个小碗的刀削面，8块钱。面上来了，咱先吃面。咱要一盘小凉菜，先给恁看凉菜。凉菜看6块钱一份，我是拼了3个。
六块钱的量菜，在开封很少找吧，直到一说大点在全国应该都很难找吧。八块钱鸡丁卤，还有一种卤是番茄鸡蛋的，我感觉这八块钱这一碗我点到手里也是沉甸甸的，也分量一点也不少呀。中间路修路绕了一大圈才转到这个地方，那边修路也依然不耽误这边生意好。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拍摄才给我那么多肉的，无论是谁来都是这么多。我一个人吃就是八块钱的面，加上六块钱的凉菜，14块钱。我看中午在这儿吃饭喝酒的还比较快，都是男士。因为中午这会儿正热的时候，可多人在这儿喝个冰啤酒啥的，可得劲。藏在这样的一个小胡同里，我感觉不是本地人应该很难能找得到吧。面条筋道，绝对分量实惠。一大碗面条吃到这，我现在已经吃撑了，还有这么多凉菜了。